程序就职啊，出现了福音楼。作为兰州老街中心位置的制高点，总身高是22.5米。登上福音楼，就可以俯瞰兰州老街的全景全貌了。你知道老街内还有哪些复建楼吗？想要了解更多老街详情信息，微信搜索关注兰州老街公众公众号，获取更多活动预告、交互优惠信息及申请方式。兰州老街，老街常见。20的吗？那是上午给你拿钱了。哎，这个旁边那个卖鸡爪那个没开吗？那个好像现在没有摊位了。没有了吗？嗯。鸡爪吗？我有他微信，你可以加他微信，看他能不能给你们发货呀啥的。来来，这里有了。再拿一盒，再拿一盒嘛。那就把这十盒，到时候直接发给我。补一下。要鸡爪是吧？啊。陈小东，我从来不记人名字。他的网名就叫陈小东啊。我怎么给你？你直接加号就行了。你加这个号，微信号。保活，保活的就坏了。小虎，啊，飞机城，
开也就是老的。那你家呀？家就是一家。少加一点水，一小时吧。这个冷，冷的不冷，那个那温度不一样。好吹，随时都吹好唱。全家族旗下品牌 Nina Hot Coffee 全球首家专营店，兰州老街周大福会馆二楼，给你第一宠爱。10块一个。